再来，这些穴位还可以治疗什么呢？各个关节部位的酸痛，关节部位。具体哪一些关节呢？就是这条胆经所经过的部位，比如胸部、腺内部、大腿、膝部外侧以及小腿外侧、外踝等这些关节部位的酸痛。我们说我们人啊，是由骨组成的一个骨架做一个支撑，那么关节呢，跟关节呢是由筋啊相连的，那么这些相连的部位就是关节的部位，关节的部位。那么关节的部位是胆主骨所生病，以及胆经最后到无名指，就是柱第四指功能障碍。如果第四指功能障碍的话，那么就要考虑到胆经这个精气的障碍啊，精气障碍。那么为什么古人讲胆主骨手生病呢？有一个著名的医家解析，叫张介斌解析，是胆胃苦，是不是？胆内藏胆汁嘛，胃是苦的啊，苦是主骨的，苦是入骨。好，那么他当然是治疗防治骨这一些病痛呢。好，筋是伤胆的，筋厉害呢，那么骨必软啊，不是说骨折，就是没力气。所以古人啊，用很多这种什么很形象的一些表现呢，来提示我们啊，胆经发生病变。当然胆经发生病变包括胆腑跟这条经络的精气的不流畅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刚刚见到44个穴位，没办法一一跟大家做介绍，我们选择胆经的几个穴位让大家熟悉一下还有了解一下。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胆经在头部的一个重要的穴位，这个穴位的名称叫做风池穴。风池，那么风池穴这个部位在哪里呢？也就是说这个穴位怎么定位呢？它是在颈部啊，就是颈骨的下面。如果解剖部位是在胸口胸锁乳突肌与舌方肌之间的凹陷的部位，如图。这个穴位啊很重要啊，它可以针刺也可以按摩，很少用灸法。当然针刺我们不详细讲，针刺一定要注意它的深度跟方向，因为下面是脑垂的地方，延垂的部位，如果够深了，那么会致命的。所以我们要求初学者在选择针剂的过程当中，针要短，一般是持一寸的针，一般不伤到延垂。首先我们跟大家讲，这种外治外防刺激首先要注意安全度，然后才能够提高疗效啊，疗效啊。那么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穴位用来按摩的方法是有效。怎么有效呢？它第一个作用是驱风药穴，驱风药穴。
所谓轰慈这个名字啊，大家都看出来了，是轰邪入住之处，慈啊是停留的地方，是轰邪停留的地方。大家讲轰是一种病因，从中医学来讲它是一种邪气，轰邪可以单独伤人，更重要的是结合其他的邪气伤人，比如轰寒伤人，轰热伤人，轰湿伤人。那么总的是轰邪进入的一个在头部的重要的门户，所以它是一个七轰要穴。那么我们说我们中医学一般讲的伤风，我们现在叫感冒，那么伤风感冒啊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风邪入住，就停留在风池这个地方，如果不解除的话，它会沿着什么这条经脉走，就会感到骨头酸软啊，主骨所生病吗？对不对？后面呢，这个后颈部呢，强硬不舒服，大家感冒都有见过，也有受过啊，全身骨节酸软，风邪入住。那么这个穴位是一个七轰要穴，刺激它以后，就把邪气呢向外扩散，不要让它进一步深入。所以我们的感冒啊，要积极的什么预防，当感冒以后要积极的减轻症状。当然感冒如果不积极治疗啊，拖的时间呢很长，另一个不好还可以深入到体内各个脏，那么就会影响相关内脏的一些功能障碍。好，那么怎么刺激呢？大家看这个图，你可以用你的拇指两个按压在风池穴上进行揉按，那么感到酸胀，这就是一种什么刺激法，气刺激就可以调动什么这条胆经的功能，正气一出来以后邪气就会走，这是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更简单，就是你两个手交叉放在你的后枕上，然后左右的搓搓搓，不断的搓，搓到你这个什么颈部发热，当然你要靠近风池这条左右线。那么一搓一搓，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整个后颈部啊就有热感，那么这种热感说明是什么呢？正气来了，邪气要散，没感冒的可以预防，有感冒的可以减轻症状，大家可以试用看看这风池穴啊，这个驱风的作用，风邪一解除，当然症状就缓解。再来还有什么作用呢？风池穴还有五官病症的调理作用。我们说这个风邪、风寒、风热、风湿很容易通过这个窍啊入里，这个窍入里，窍是一个洞，我们五官呢、啊，眼窍、耳窍、鼻窍、口窍，如果这个风邪不外走的话，那么就会引起什么这些窍被风寒风的所什么困扰，出现眼睛胀啊、耳朵聋啊、鼻子塞啊、
等等什么一些不适的症状。所以呢，他也可以作为配合其他五官病症的一些治疗方法。大家看看这个图，这个人是在按摩风池穴，风池穴可以治头痛、头晕、五官病症，可以防感冒，甚至这个风池穴还可以治疗颈项疲劳综合征。颈项疲劳综合征，现在很多同学、很多白领阶层、办公室人员、驾驶员，很多都出现了颈项疲劳综合征。什么叫做颈项疲劳综合？就是胆经阻隔的这些经脉呢受阻，因为少阳是主气的，气不畅，经络不通，血运障碍，就容易出现什么不通则痛、不通则病的一些病症。这是风池穴。再给大家介绍肩部的风池穴，在下面一个重要的穴位，就是在肩上的肩颈穴。肩颈穴也是足少阳胆经44个穴位当中一个重要的穴位，它这个穴位的部位是在肩上，具体呢是在大椎与肩峰端连线的终点。这个穴位啊，也是调理内脏以及肩颈部项部的一个重要的穴位。我们先讲一下调理内脏，它可以对乳腺乳房的病症进行调治，甚至可以对胸部的心胃可以进行调理内脏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刚刚已经讲胆跟内脏有关，通过切盆、入胸、下膈、属胆、联络肝，从肝的一条支脉怎么呢助会，所以胸部的一些症状它可以进行疏通调理。调理比如乳房不适、胃痛，可以经常的按压这个什么呢肩颈。怎么按压？一个简单的起穴方法，只要你手臂自然下垂，右手搭左肩，左手搭右肩，中指手指的部位这个地方用力按压下去，就很酸胀，这样中指搭的部位就是什么呢指尖的部位就是什么呢肩颈穴。这个穴位也可以用什么呢敲击的方法来什么疏肝利胆和胃，经常做这样的动作，那么它是刺激什么呢肩颈穴，刺激这个肩颈穴。这个是肩颈，当然肩颈也可以跟其他的穴位配合，比如跟什么配合呢骨会大枢配合，因为大枢是在肩颈的靠督脉的一边，所以现在有的人经常的拍肩这样动作啊，拍肩这动作，这整个穴位啊，胆经的在肩部的这个穴位啊都什么按摩
敲击到。不要小看，按摩敲击就是疏通胆经的作用。那么胆经又可以什么呢？联系很多的部位跟内脏，所以应当是有效，应当是有效。再给大家介绍在小腿部位的一个重要的穴位，叫阳陵泉。阳陵泉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，胃经的足三里在这个地方，七下三寸旁径肌最高点一横指的足三里。那么足三里是属于胃经，阳陵泉是属于胆经。阳陵泉在哪里呢？在小腿的外侧，在腓骨小头前下方凹陷处。腓骨小头，这是腓骨，这是胫骨前方的凹陷处。这个阳陵泉啊，是八会穴之一。我们前面在总论当中给大家介绍经会阳陵，经会阳陵也就是说全身的经的精气在我们小腿部有一个对应点，这个对应点的名称就是叫阳陵泉。那么既然是经的对应点，如果经病用这个穴位就可以进行调节进行调理这个是阳陵泉治经病。那什么是经病呢？我刚刚已经讲，胆主固所生病。那么固是的关节是由经呢把它连接起来的，所以关节的病有固的病也有经的病，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。治固病也等于治经病，治经病也有利于固病所以呢这个穴位啊进行刺激，当然可以用针刺，也可以用按摩的方法。当然这个穴位还有一些现代研究的一些资料，当然通过现在的影像学，在针刺这个胆经穴位的阳陵泉的时候，它对内脏胆腑有调整作用，对胆囊的收缩作用，促进了胆汁的分泌，有解痉的作用，起到镇痛效应。所以我们现在一些里面的一些胆的病，什么胆囊炎、胆结石引起的疼痛，比如这个部位疼痛影响到肩，当然一下子不能判断是胆道的问题，但是呢只要按经脉去辨证分析的话，我们按压或者刺激这个穴位，它有起到缓解的效果起到缓解的效果。这是胆经的一个穴位。那么我们在黄病治病当中也可以利用经络来什么处理，比如现在有流行的敲胆经撞骨生锤，敲胆经，敲这个胆经就是说沿着胆经循行的部位进行刺激，特别是腰以下的部位。哪一些腰以下的部位是胆经循行的？大家知道胆经循行的这个条部线是我们人体啊外侧的正中线，那么经常的进行什么沿胆经的什么刺激，一直到小腿部，对于改善胆的这个循行路线的经络的通畅以及胆腑的作用是有益的。所以有益这种操作呢比较方便，当打方法
什么？你看这个是肩部的肩颈，这个呢臀部呢是环跳的部位，哎，有利于疏通胆经的作用啊，疏通胆经的作用。